他们是玩真人版的，谁是卧底？怎样玩那个？通常都要有声音的、哦。不是，他们就很，他们也没喝酒，然后就一群人就在对面很安静的玩谁是卧底，然后玩了整晚。他们昨天几点睡？隔壁的跟我们差不多。对啊。你们几点？就是12点都散掉是？对啊。哦。为什么不关门？对啊，为什么不关门？不要这样子，你两姐妹不要这样。太远了，我就很给旁边看那影片。好美，好美，好美。我想为你保持普。